金门离岛烈屿乡的烈女庙堪称是当地香火最鼎盛的庙宇。庙虽然小，但也是小金门当红的旅游景点。烈女庙呢，位在小金门的清崎村桂山山里，又名为真烈祠。供奉的主神王仙姑，据说是来自厦门的人士。建庙的背后呢，有着一段令人鼻酸的历史。而后来修建开放成为了观光景点之后，远近驰名，香火是袅袅不绝。相传呐，善男信女来这个地方祭祀都能够有求必应，所以金门开放观光之后，昔日曾经在这个地方服役的官兵还会专程回到小金门烈女庙来赠送金牌还愿。